谢谢大家为我救世所有的祝福，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，因为我们都是在一起做神的工作，而且神已经有应许，他就说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如何，所以我们就靠神的力量。因为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，他就说我们要全福音到地基，等到万面听他的福音，我们要一起在合作，再继续努力，不要放弃，要往前走，为主而活，加油！谢谢你关心我的生日，谢谢，我爱你们。